我们看一把老杨的末班车。老杨今天状态还可以啊。刷点也不错。这里昆虫学者。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，对吧？昆虫学者不抓，抓个佣兵就有点过分了。这里昆虫学者应该也是看到这个信徒的，放出来。哎，这边是打断了一下自动跟随，打他的虫子，寄生补上，跟过去。嗯，这套阵容如果说昆虫学者被抓，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修的会比较慢啊。外面两个文盲，先打一刀，好，然后本体放火咬住。再放虫，推，哎呦，推的好快，但是没有用啊！这边有虫子，啊，这边有狗子，是你狗子，是我狗子厉害，还是你的虫子厉害？这边收虫子，两信徒包夹过来，该倒还得倒，有没有队友能保一手的？倒在一个中间位置，想保都比较难。前锋，哎，这边爬到边上可以，一旦爬到边上。这前锋要逼他交球，拉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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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拉了好多球，非得把这个信徒给做晕了。再赶，再拉球，再拉球，再拉球，还是要吃刀，好像一刀打，打完以后我还能把他牵起来。这把前锋这里稍微有点亏，嗯，他刚才是想要通过我拉球让你以为我拉球是跑路的，结果呢反拉回去想把这个人给撞下来，结果老杨没上他的当，这就是两边博弈，也是一种心理博弈啊，对吧？一般人看到，哎，这边图前锋拉球走了，那就直接对吧，切一个信徒过去把人牵起来了，这时候前锋一个反拉回来把你给撞晕，而且是个八秒晕，那节奏就瞬间回到了球队这边。不过也是拖了一会儿时间了，再加上这边信徒其实外面也不足，哎呦，这直接打一刀，还是原生刀，可以补一个佣兵的信徒，再加上管住一台遗产机，老杨这把节奏还是蛮好的。刚才如果说就玩佣兵，就是这个昆虫学者不能直接吃刀，然后拉一拉让佣兵有机会跑掉，不要被寄生的话，那熊者还能打一打，现在的话非常的难，还挂进地下室了。这前锋半血又没有什么球，来救一个地下室，感觉，哎，这边老杨好像操作失误了，幸好这个人是没摇下来，这人要是摇下来不就炸了？看一下前锋有想法。啊，没想法，没想法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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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，那这边可能会放狗，玩寄生以后放个狗，咬佣兵，半血佣兵，一刀拿下，交互币不一定够，因为这边没有什么交互点了，那边是杂技演员把人给偷了，这一波杂技演员的偷人可能是本局的一个关键点，啊，这波偷人真的太帅了。小木木应该老杨怎么都没想到，对吧？前锋佣兵都没来救人，然后这边的小木木砸剑员来救人了，而且还是个薄命，可能会切闪了，我感觉这个地方，因为切闪然后快速挂飞一个，外面的节奏是还可以的，佣兵倒地，对吧？其实还能接受。不过这里一刀闪现，它其实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信徒会消，它得多拉队把两个信徒拉过去，这样的话包夹，然后即使是切闪信徒消了，我也能够快速把你挂飞啊。好，虫子消，老杨这边留着技能，那就是双信徒包夹不交闪，一刀倒地。节奏上面，这波偷人是让求生者有了 一丝喘息的时机啊。挂上以后，信徒一个都没有，外面三个人都在修，
炸鸡的电机还修掉了 ，nice 呀！这波不知道怎么交流的，反正最终的结果对于穷者来说是非常好的。补上信徒，还有狗啊，还有狗，会不会交一只狗？因为这台是一台遗产机，管住，再加上，哎呦，这只狗，哇，这只狗要是佣兵不翻过去，不过他也看不见，这里佣兵在倒，佣兵在倒，而且还交完了最后个护臂，其实我感觉这个护臂应该是不太能支撑他走的，感觉上不太支撑得了，不过佣兵这边是一直在卡他的这个硬直，闪现一刀，这也太狠了吧。佣兵一挂，外面要重修一台。木木这边的电机我们看多少？一半，还行，还行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这里得管那台电机。人挂上以后，由于有两边的遗产，我觉得穷者还是有机会的。开门战，老杨这边切了闪，也就知道你没有失常，可以比较放心的压电机、蹭电机，69%。这里是派了一个原生管电机，打一刀，佣兵在倒，但是信徒消了。一颗球减速，硬管这台机他得去补个寄生，但是这边原生一拉去补寄生，他的一个哦本体一拉，那原生就跟过来了。这里是先来补。这边前锋也在等，前锋也在等，有点慌。好，这里是原生信徒过来了，那最后开始做防守了。闪钱，先骗你一手，闪现打，哇，震慑，电击量，那这边可以把佣兵放下了。老杨怕这边放下以后这佣兵挣脱。细呀、啊，都打得很细啊！因为如果说佣兵挣脱了，没有信徒补上的话，这个佣兵拖一拖拉一拉，那边也就能走啊。现在的话，把人挂上，本体再过去，杂技员开门的时间是加倍的，但感觉时间上面好像够不够？够不够？好像够了。帅，两边打的都非常的好。